尴尬女明星。哇，长辈现在几点？八字好早、哦，现在还不到早上八点呢。但是我们在哪里呢？我们已经在罗东了。对，我们到底来干嘛？那么早？真的。但我们今天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，就是宜兰在地人要带我们吃好料。没错。是谁呢？是对，带大家去踩点一些我爱的景点跟吃的。对，我们来看看宜兰人都怎么吃早餐。对，我们第一站当然就先去吃早餐了。没错，反正今天主要就是吃为主啦。对，今天天气还不错啦，就是冷了一点。对，看女明星的样子就知道是蛮冷的。看看你很冷啊。对，今天主要还有一个目的啦，什么目的？就是会想要过年期间带长辈来，就是因为啊走村呢、啊，带长辈走村是不是，对。然后宜兰的每间庙都是有平安粥的，这、就是宜兰的特色。哦，我真的没在宜兰拜过庙。所以等一下，如果顺利的话，会想要带长辈去一间庙吃平安粥。好啊，很多人去朝圣哦，超多人、啊。真的，好啊，好啊，很期待。好，那我们就这样出发喽 ，Go。我们现在请宜兰人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间在地早餐。我们现在来到了罗庄面店仔，现在要小声一点，因为旁边都是人。刚刚也是好不容易塞到一个位置的，好不容易坐下来。然后我们点了什么呢？它在地推荐，品项就是上面那些最简单的阳春面、馄饨面这些。其实它就是馄饨跟鱼丸，然后跟面，就这样，然后组合。然后这个一个，这是大碗的干面，45块。然后再来这个是大的馄饨汤，也是45。然后这是小的馄饨面，35。对。然后大的馄饨汤里面有8个馄饨。对。才45哎，佛心到爆。就以物价来说，真的蛮便宜的。对、啊、台北这两碗加起来才是一碗馄饨汤面。你知道？这两个加起来90块。哦，要。要90块，对，那我们就来先好，现在吃了。我们来看在地吃法，怎么吃？在地吃法、就是，对啊。哦，谢谢。哦，你们在地都会这样吗？怎么？你不会？那你我不知道，都可以，我都可以拌，可以。我就是看在地吃法，就是加这个辣椒。这个跟这个什么不同？还硬要问你。这个就是啊，都闻到了，这个就是那个。怎么说？豆瓣呢？比较常是卤味加的那种、啊，就是，好，先加一点点就好，先加这样，先加这样，好。然后你们会怎么？我就飙掉哎，飙掉。先，我先不要飙亏，就先。我掉一部分哦，这样。哇、哦，这面是看起来很扎实哎，这是它的分量真的是很。台北45就这个半碗，到时候差不多，差不多。很扯。你也吃吃看，你直接吃。会不会很烫？因为我怕烫。嗯，怎么样？这是怀念的味道。嗯，因为它会有一种，那是醋味吗？还是什么？就是，就是台北不会加那种味道，应该是醋啦。就香香的这样，但其实这种面店就是会偏油一点点。哦，还好，我觉得还好。对啊，反正传统早餐就是都是一个干面跟一个馄饨汤。而且它的面虽然薄薄，但是还蛮有嚼劲的。对，它是 Q 弹的、哦，还不错。对。那、你试试看馄饨。哦，好，那我试试看一个馄饨。那馄饨是长这样子的，然后肉是比较深色的。对，感觉是那种酱油去拌的，不是那种葱肉的。它的皮也是蛮有，虽然看起来很薄，但其实是有，就它不是那种一咬就碎掉的那种，对，它是可以咬的。它调味的确是有先调过了，就稍微口味重一点点。对。可是我还是觉得这很佛心耶，45元这么佛心价，对，可以哦。那我们两个人就是90块而已。对啊，而且应该会吃得饱。没错。好，那我们继续吃喽。好吃吧？好吃，好，现在我们来到第二站，是的，冷得发抖。五节，对，五节。五节的哪里呢？这也是立泽简老街。立泽简，它就是给雷干，给雷干。我没有弄到，没有，我是想要表示，对，它是哥玛兰语啦。然后我刚看一下，是休息之地的意思。哦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边以前是。刚才这个在地人说，这边前面原本是一个港口嘛，对，很繁荣的地方，一上来就是医院跟戏院，然后这条老街里面什么都有啊，就是中药行啊、百货行啊、卖饼的啊、教会也有，
对，然后还有一个永安宫，就是一间庙这样子。对，而且保留了就是当时最原始的建筑。对，但现在就是都没落了，因为其实也没有人住在这边，或者是也都一个一个外出了，有点悲伤，真的。对，但是它前面有一个永安宫，然后他们这个地方还保留一个非常传统的活动，叫做招安。对，就是扛着轿子从，你看到了一二嘛？哦，地上有看到一跟二，地上这边出发，大概跑这样应该100公尺吗？应该差不多了。那会有两台轿子的意思吗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就是两个人比赛吗？没有啊，一个轿子四五个人，很多人一起跑，然后就比赛看谁那个先到那个位置。对对对对对，很不错哎，每年一年一次，一年一次，这个很有趣的活动哎。我们来看一下这条老街。虽然上面有很多招牌，但其实都已经是民宅了。对啊，然后对面那个就是戏院，立泽戏院。你看那个售票口跟那个入口都还在，很不错哎。然后呢，前面有一个立泽简教会，对，是马街来过的地方。马街哦，是马街哦，对，真的是马街哦。就是那位马街的马街，对，没错，不要怀疑。所以现在这边都是住宅为主，对。你看什么脚踏车店也有啊，真的是什么都有，蛮好的啊。对啊。而且我对于它这条街上有一个文教促进会，我觉得蛮不错的，因为我觉得在地一定要有在地的人愿意保留这里真的传统的东西，不然真的5年后10年后，其实它变化很快。是啊，对啊，你看我十几年20年前，这边店都是开着，我还要帮忙我家百货行。还要帮忙弄，就是卖东西，卖雨鞋，卖鞋子，卖好多东西。但现在也都现在就都没有了。对啊，我希望所有的就是台湾的这种传统的东西都可以保留下来。然后不要每个地方就跟都是一套一样的东西复制这样子。哦，刚才这个女明星有介绍这个真贺斋饼铺，金后家饼铺，他真的是金后家，真的，我以为你在没有啊，真的啦。然后是那个我的婆婆怎么那么可爱，来拍过的取景地点。像这个有正在播的，有一部叫《美丽人生》哦，不知道是名士还是什么事，正暗档戏就是在这里拍的，也在这边拍，在这里拍的哦。我每次看很多影片都会发现，这不就是立泽老街吗？真的是很多很多。好，来，这里就是永安宫了，前面这边是就是以前的庙了，主要是这个，然后后面那个是近5年新盖的。对啊，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它是港口，因为它是拜妈祖的，跟海有关的。對對對，然后这就是它的招安活动的彩绘。对。我哥说这个人的表情怎么那么生动？这个很辛苦的感觉。他们表情都蛮生动的，其实。啊，所以会有舞狮是不是？就是表演活动啊。哦。对。好。对，老街大概就是这样。哦，然后那边是一个菜市场，小小菜市场。哦，真的蛮小的。对，那里是菜市场。然后警察局跟他们那个活动中心都在那边，对，大概是这样。欢迎大家经过这个给雷干的时候来这边走村一下，对，走走，可以来永安宫参拜一下，真的。好，那我们就去下一个点了。对啊 ，Go Go。好，大家好，我们来到了正好鲜肉小笼汤包。是的，它在五街，已经快到，其实再过一个河就宜兰市了，已经偏北边了。非常在地人推荐的汤包。对，所以等了非常非常久。它都是现包现蒸。对，而且一次蒸很少吧？对对，几笼而已。对啊，
推荐大家要来的话，先打电话要号码。对，先打电话预约。对，反正来了可能还是要等，差不多一个小时起跳、哦，而且我们是一大早就先来哦，对，八点多就先来拿号码牌，而且现在才还不到十一点。对啊，现在才十点多哎，我们已经等了快两个小时。然后在地推荐一定要加那个辣酱，真的的辣酱不得了，超好吃。好，好，那我们来吃吧，来试试看。这汁不能让它跑出来了，你不要被烫到哦，小心。哦呦，大家看一下里面，它是里面是非常多汤汁的，然后它是葱肉，没关系，对不到脚。你觉得怎么样？它皮是有弹性的那种，虽然很薄。嗯，对，葱很甜，甜到我有点觉得不太像是真的很。葱很甜，很甜是水，它放非常多的葱在里面。对，整个吃起来就是很清甜的感觉，鲜甜的感觉。然后这个辣椒其实它不会辣，一点点而已，它主要是很香。对，不会辣。然后汤汁真的非常非常多，你看整个汤匙上面都是汤汁，你就吸掉一层的大口了。然后它的周边的话，就是热的话就只有那个酸辣汤，酸辣汤还不错，还不错。然后再来饮料的话，就是豆浆、奶茶跟红茶，冷的跟热的都有。它热的就是要跟它点。那奶茶就是很甜的奶茶，非常甜，大概是平常喝的全糖。好，对，可是它价位都不贵啦，像这个一盘的话是90块，然后10颗，那它一格都蛮大的。然后像这个奶茶是20块，大杯的20块，就它饮料都是20块，然后酸辣汤30这样。好，可以啊。如果来这边是很悠闲，可以来等。对，时间多的话可以啦。对，时间不够，我觉得就没关系。对，没关系。对对对。好，那我们就继续吃喽。